新北市立淡水幼儿园竹围分班在今天上午举办一场儿童节活动暨环境改善工程启用典礼，而园长说将一到三楼的厕所全部翻新，让孩子有一个全新的厕所环境。为此，今天更邀请到了市议员以及里长贵宾到场出席。这个星期就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儿童节，新北市立淡水幼儿园竹围分班今天上午举办一场儿童节活动暨环境改善工程启用典礼。活动一开始就由每一班的小朋友带来精彩的歌唱跳舞表演。园长表示，今天不只是属于小朋友的日子，儿童节的重要活动更是幼儿园厕所整修完工启用的日子。新北市立淡水幼儿园在今天呢，就是办理一个儿童节的活动，除了也邀请家长一起来参加亲子的 DIY 马赛克的笔筒还有相框。那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环境改善工程，我们的厕所今天开始启用。那我想儿童节我们所有的大人都有这个义务要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教保环境，那所以我们学校包括园长还有我们所有的教师行政团队，我们在今天特别的借由儿童节的活动也邀请很多的贵宾还有家长一起来参与。园长表示，在淡水幼儿园竹围分班场地是与民生活动中心以及图书馆同一栋建筑物，自民国85年成立之后就没有再进行整修，而这一次工程争取到200万元的经费，将一到三楼的厕所全面翻新，让孩子有一个全新的厕所环境。为此，今天更邀请到市议员以及里长贵宾到场出席。那明天就是儿童节哦，我想民生幼稚园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就是送给小朋友最棒最好的礼物，对不对？对，声音好洪亮，真的是超棒的。我想家长们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哈，就是要让我们小朋友能够有最好的生活环境。那我想所有的小朋友都很期待今天可以好好的来玩游戏哦，然后使用他们的厕所。那其实除了竹围分班以外，水堆分班也有一个这个厕所整修的工程。那因为水堆分班是在教室里面，所以有把这样子的工期延后在暑假来施工。所以我们淡水幼儿园非常的认真哦，对于分班的这个厕所的环境都很注重。现在教育部国教署有编列这上面相关的预算让很多学校来申请，但是毕竟呢僧多粥少，还是有所不平的地方。所以呢，我想未来在议会开议的时候，委员会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教育局在这方面必须要尽快的来帮我们的学童改善他的一个厕所的一个设施。真的，刚刚看到我们这些小朋友的表演，真的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老师，他们很用心的在教导，所以把小朋友带到我们林森幼儿园这边是家长最放心的真的是刚刚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没有老师在前面教导，他们跳得非常好。议员们纷纷表示，儿童节就是要给孩子快乐，有新的学习环境也是送给他们一份大礼，而未来也会持续为淡水的教育场所争取硬体改善经费。而这一次小朋友在剪彩活动之后，更与家长还有议员一起进行 DIY 活动，用照片笔筒制作马赛克拼贴，成为独一无二的特色作品，也让这一场儿童节活动增加许多温馨气氛。记者许多一带去采访报道。